宙万物按照自身的规律九条不紊地运行着，地球公转自转，太阳东升西落，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浩瀚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力量与生命，秩序井然。而宇宙万物的这些规律都可以用数学来揭示，人类之所以可以主宰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懂数学。解教何修武，降临地球8735天，悉尼大学数学系硕士研究生，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从小姐就特立独行，在你们玩过家家的时候，姐在玩数独；在你们钢琴画画跳芭蕾的时候，姐在拳击散打跆拳道；在你们读小时代的时候，姐在读大数据时代。你们的男神负责唱歌跳舞，姐的男神负责加减乘除。不服是吧？那姐再告诉你件事儿，姐最近正着手拯救全人类。Maria， 你为什么毙了我的论文？因为这个论文的选题，你的奖学金已经被取消了。爱情这种东西，怎么可能用公式来证明呢？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一点都不务实。你跟我的儿子一样，回头我真的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怎么就不能证明？英国人已经总结出了炮灰理论，只要再将 valuation 价值评估和 equalization 追求匹配这两个参数进行 internalization 内部函数运算，并在 lasting 可持续函数上取最大值，就能成功推算出真爱公式。通过真爱公式，可以让所有人用最精准的数学方式，在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找到最为理想的另一半，从而挽救无数个家庭悲剧。这难道不是最务实、最符合逻辑的方法吗？真爱就是两个最为匹配的人找到最优质的爱。换个选题吧，不然的话你毕不了业的。很快就要毕业答辩了，验证经费也没有批下来，那可是一大笔钱呢，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你来不及的。来得及，姐已经用姐的室友莉莉做了实验，姐要向所有人证明姐的真爱公式没问题，这是姐对数学的信心，也是对自己的信心。Proposed big data algorithm on true love. All right, boys, get around. Get to a couple bandmates. And once the first track hits the radio, hit it. Is that gonna be right? Hey, man. You know, for a man's lifetime, there's no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Are you still squandering around? No. Use my true love formula.And save the best for your Mr. Right. Where is my Mr. Right? When can I meet him? What does he look like? No more lonely nights. No more grief. My true love formula finds you the one. This is my true love formula. The vision is fully realized.My roommate Lily is the first beneficiary. In her age, height, weight, facial trait,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hobby, apparently after three years, her true love will show up at the opera.
Alright, so you have this brilliant idea that everyone's gonna love and you can't find funding for it. That Lily chick, has she found it once she'll love you? Of course! Are you serious? Seriously. Let me put her on the phone. Hey, Lily, you tell them. 有没有人计算过一个潜水的人露出水面的一瞬间被一部手机和他的主人同时砸中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呢？我从小数学就不好，不过我想这种概率应该很小。我叫叶思义，北京人，帝都非著名作曲人，朋友们都管我叫四姨或四姨妈。来悉尼的目的，我的女神以为我是来寻找灵感，其实是寻找斗蟹和白蝶贝向女神表白。Are you okay? 我们不分手好不好？我可以为了你干什么都行。醒醒吧，我可不是你男朋友。小姐，醒醒酒啊！哎，醒醒酒啊！陈烨，啊！怎么又喝这么多啊？你这个垃圾公事可把我害惨了。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等我把公事再优化一下，再重新给你算一遍，公事是不会错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姐对姐的真爱公式有信心，丽丽虽然失败，但一定有其他的客观原因造成了她的失败。这一次姐要用自己做实验，冒险是科学的一部分。这一次姐要亲自验证公式的正确性，姐要让所有人对姐的真爱公式都心服口服。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自己逮不着流氓。哦，不对，是真爱。北京，好嘞。不过回国之前，也得搞点研究经费。很快就要毕业答辩了，验证经费也没有批下来，那可是一大笔钱，不是你能承受的。你来不及了。哪能搞到研究经费呢？Just go down to the red light district, take a couple of sweet shots, you'll get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right there. Where is the red light district?
Aquarius? How boring. Why don't you try some Virgo? 陈烨！陈烨！哇！这不是渣男吗？渣男！渣男！竟然来这寻花问柳！啊 ！Sorry。你们这一行也学数学啊？你看不起妓女啊？你瞧不起妓女啊？Sorry，我告诉你，一个妓女一天工作一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五天，一个月工作十五天，二十年工作3600天，一辈子工作7200个小时。她刚刚冒傻了，我损费都不够。所以学数学很重要。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啊？7000。这么贵？那我当时是外销。还能不能愉快的交流中文？求爱，你的生活过得很有效率吗？不是，你不是那个妓女吗？你说谁是妓女啊？嫖妓？你所谓的找灵感就是去嫖妓啊？叶思颖，你太让我失望了。乔乔，乔乔，我没嫖妓啊！乔乔，叶思叶，你叫叶思叶啊？你不是陈叶吗？你说谁嫖妓啊？谁嫖妓啊？我那天就是问个路，是你姐妹捆绑销售。我认错人了，对不起啊。不是你不是外销吗？你回北京干嘛？啊？我又转内销了，你管得着吗？我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哎，我箱子呢？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哦，好。啊！对对对，一个银色的箱子，里面身份证啊，各种证件都有。麻烦你一定帮我找到，对我很重要，谢谢谢谢。狗证呢？狗证？对，你养狗没狗证啊？我跟你说，你没狗证，我抓你的狗啊！快走，快跑！哎，兄弟们，上！
叶思义，北京市朝阳区翠星华庭 C 栋521号。谁啊？我去，怎么又是你啊？不是妓女也上门推销啊？你说谁是妓女？还说你搞内销，我看你是搞传销。你进来以后我怎么做人呢？你在搞上门？叶思义，我告诉你，红灯区那天是个误会。还有，不是留学生，不是妓女。再说了，我把你怎么着了，你就不能做人了？那你干嘛呢？这不是我箱子吗？对啊，我箱子呢？我怎么知道？丢了吧？你说什么？喂，你好，机场，今天我的行李丢了，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麻烦您帮我找一下。好，谢谢您。对，不是，我衣服包、钱包什么的，护照都在里面。啊？您说，我们家信号不好。喂，找不到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喂，喂，真找不到了。有事有吗？没有。那你现在有了？不是。从今天开始，姐就住这儿。不是，你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住我家干嘛？你就不怕我是个色狼吗？格瓦斯，我们洗澡。哎，我们家洗手间狗不能进啊！小姐，哎，小姐，小姐，你洗好了没？都半个多小时了，我憋不住了。我自己想办法。你要干嘛？你别动啊！哇！你这同事小声点好不好？有这么疼吗？不是，你怎么还穿我短裤啊？你起来，咱们俩好好说说。起来！干嘛呀？你的狗把我给咬了，知道吗？啊，咬你了，咬哪儿了？咬这儿！啊！哎、你要干嘛你？啊！送你六个字：不治即可痊愈。
都几点了你还睡觉啊？起来咱们俩好好聊聊。妈。说什么呢这是。走。好好好好好，妈不走，妈不走，啊，嗯，妈不走。妈，你干嘛呀你？不是你不，你以为我要占你便宜是吧？臭流氓！你刚才一直抱着我叫妈，我只扮演了一下你妈的角色，安慰你一下。我抱着你喊妈？啊？不可能啊！今天几号啊？9月3。哎，你拿我衣服干嘛？借我穿啊！这是我的硕士毕业论题，一个可以计算出真爱出现的时间、地点和未来真命天子外貌的公式。真爱就存在于这个公式当中。我的真爱将出现在9月23日早上9点到10点，就搞成这样，还没画完呢。不是，这也太不靠谱了，这恋爱怎么可能会有公式呢？不要将你不能理解的定义为不可能 ，OK？ 你学什么专业的？数学啊。所以啊，你怎么能理解整个宇宙是建立在数学之上的道理呢？一旦人类建立宇宙的完整数学模式，那些你认为无解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万能的数学会指引你找到真爱。按照数据来说，我必须要交到2个炮灰男朋友之后才开始到达最佳选择位置。你学音乐懂得什么叫数学吗？数学跟音乐根本没有交集。这些都是我要的。就是你们这种找不到对象的才喜欢故弄玄虚。其实真爱来临的时候就是那一瞬间的 feel。 让叶思音有 feel 的女神是一个叫孙巧巧的女歌手，就是那天在机场碰见的那个女孩。在过去的1461天里，他为了这个女孩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比如说，这演唱会太火了。但是巧巧说呢，我只要买到这个票，她就可以原谅我。你太让我失望了，巧巧，我没嫖妓。巧巧，跟我来两张普通票，只剩 VIP 了。VIP， 为了女神，他做了这么多疯狂的事，只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疯狂的爱上了她，所以我给她写了一首歌，叫《真爱无求》。他凭借这首歌拿到了一个最佳创作新人奖。原来你是枪手啊。嘘，但人家的态度却一直不明朗。做我女朋友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那个我这个万年备胎。备胎。等姐把公式优化好了一定先给他计算一下。不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啊，你这个什么炮灰男友怎么比我这个万年备胎还要惨啊？对于这种万年备胎，一般根本不会计入姐的数据源。但是这种有暖男潜质的姐就勉为其难吧。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验证姐的真爱公式。明天开始我要去婚恋网相亲。我有一好朋友在那做顾问，高级的。这是我大姐刘江阳，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问她。我想联系相亲对象，一个星期之内四打。四打啊？四打啊？嗯，你买啤酒呢？你有那么渴吗？你想什么时候见？现在。看来你真的很渴呀。请问您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一名诗人。喜不喜欢看变魔术？你是怎么看待皇室的？胖子都是潜力股。那您知道我们学生化专业的人是怎么看待爱情和婚姻的吗？我中意静大在绵软的沙滩上。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化学的反应。因为呢，学校的女生看到我像我这样单身而又帅气的男老师呢，都情不自禁流出口水。其次呢，失败了，我们要享受物理的这个过程，任由海风爱抚着我的肌肤。而最后，为了爱情，我可以重回100斤，骚动着我的秀发，不小了，鹤发了，现在就要享受生物的这个结果。我就开始思考我放纵不羁的一生。千万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自己。胖子手感好，胖子省空调，胖子受很多民族的欢迎，比如食人族。胖子有男人味儿，汗味大。胖子内心坚强，心窝底胖。胖子怎么说都不会生气。
头发几天没洗了，衣服几天没换了，是生下来就这么黑吗？约个炮吧。你这是干什么？滚！姐姐，你冲出去！姐姐，冲出去！你不算，我知道我不算。哎，你不是去看演唱会了吗？她和她闺蜜去看了。那你送票的时候就没说什么吗？说什么呀？表白啊。何小姐，有中意的吗？你听我跟你说啊，主要是人家没看上你，你太需要改造了。我也需要。别放开我！就这个。Hey, welcome to the party, you know. You know what I say?在一起研究恋爱失败的经验，到时候你一定得来啊！在哪儿啊？啤酒吧。我要去。姐，司机，你怎么才来呢？那什么，路上堵车。小鲜肉带来给我们练手了，刘老师。人家是陪朋友来的。坐。今天是女汉子爱情失败交流大会，交流鲜活的分手经验。现在这个社会，绿茶婊横行。哎，你女神？开什么玩笑？真的，你看。真是一个绿茶婊，是女神好吗？走，跪着要谈谈。你不是刚坐下，谈什么呀？谈恋爱呀，谈什么？走，我快点！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叶思义，苏小姐，你们俩呀？我想跟你澄清一下，那天在机场，我把他错认为我室友的男朋友了，希望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把那天没说完的话说完。其实啊，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男闺蜜叶思义，这个是我的男朋友葛阳。人家看在你排队买票的份上，已经收你做男闺蜜了，说不定你再写一首《真爱无穷》，这男朋友的职称就流动到你头上了。你别说了，真爱无穷。不是你的吗？是啊，是我跟思义一起写的。啊，对，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写的。正好，趁人家男朋友在，把话说清楚吧。算了吧。你算了吗？就说算了吧。活你该犯人家吃。好，我来给你算一算啊。第一，根据离散函数该用 Shapley 算法，他的最优质男朋友排行不是你，他通过撒谎算术找到了他。第二，根据未婚妻原理，你不是他的优质选择，100%是个炮灰。第三。根据适龄结婚公式，以你现在4年谈一次感情的频率来说，你要是再不加快速度，你的结婚年龄要不然就是超老，要不然就找个二婚的。所以，立即结束这个感情是你目前最理性的选择。哎，怎么了？何修武啊，干嘛呢？何修武，你叫何修武？葛阳，我累了，我们走吧。我去开车。思义，我晚点给你解释。很难找到男人吧？你现在是女汉子，老了以后就是光棍女老汉。光棍女老汉？哎，你说谁呢？叶思义对孙巧巧这种苦大情深的爱，就是典型的不信科学性感觉。什么甘当万年备胎，什么不远万里潜入澳洲海底捡贝壳，拜托，都什么年代了？爱情戏的桥段能不能有点新意？姐一片担心给他普及真爱公式的推导原理，是希望他早日脱离劈腿婊。他倒是一堆斗蟹白蝶背的爱情玄学理论，
戴个绿帽子需要说得这么清新脱俗吗？姐要把这个案例写到姐的论文里，说什么我的公式不具有实用性，这不就是实用性吗？活生生的案例啊，血淋淋的教训呢、啊、这就是不相信数学自己瞎找的后果。豆蟹和白蝶贝是共生关系，由于豆蟹体型小，捕食和御敌的本领都很差，所以找贝做保护伞，但豆蟹也同时在白蝶贝，同时也是白蝶贝的卫士，一旦遇到外敌威胁，它就会提醒白蝶贝关上贝壳，遇到天敌它还会举着白蝶贝跑。为什么不同的物种都能如此相爱呢？我跟你讲讲，知道备胎的备用期限是几年吗？4年，4年一过，就算是没用过也得换，你到时候就该报废了。不过你也别伤心，姐到时候会变成螃蟹，受伤的时候姐会驮着你跑。嗯，不过话说回来，怎么人家就那么受欢迎呢？太没道理了，就因为他们胸大屁股翘腿长吗？肤浅，太肤浅。我12岁生日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了最爱吃的牛肉面，吃完之后我发现她的行李箱放在家门口，她告诉我她跟我爸离婚了，她要去国外生活。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爸让我记住，眼泪是最珍贵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其实现在想想，我爸和我妈的生活习惯和性格都不合适，当时一时冲动就结了婚，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段失败的婚姻，可对于我来说，失去完整的家庭却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如果我的真爱公式成功了，就可以让人们更理智地去选择感情，走入婚姻可以避免出现更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可是我现在连一个炮灰都没找到。我做你一天的炮灰男友，仗义呀、啊！好啊 ，Here we go， 嘿、hey! ！不是小五，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吗？这是驴肉，驴肉火烧没听过？驴火，我还真以为是狗肉呢。是我，是不是个男人？拿酒来，驴肉火烧，再来一套。这个以后就是我最爱吃的东西了。Come on。我听说纹身巨疼，你敢不敢？你敢，我就敢。我已经兴奋得等不及了。嗯 ，Come on！ 哇！你说咱俩纹个什么东西啊？不如我们就纹最爱的吧。我们的最爱。啊！一会儿帮我给他找个纹身统一的。那纹裤最好，我给你双倍奖金。你给我找一个手法轻一点的，能全麻吗？阿蛮，喂，起来走走。不是，我起来走走。哎，小五，小五，小五，哇！
坚持一下，像个男人一样。怎么了这是？你哭什么呀？你闻完了不疼啊？不疼啊。给我看一下。看好了。看到了吗？够有意思吧？四加一等于五。我家狗都会算。行了行了，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别丢人了。来，四一，站起来。不是，你给我闻了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痛啊？哎，都得说。不是，你怎么写这个啊？说的，这是我最爱啊！这里就是我真爱出现的地方，9月23号。哎，叶思义，你这个搞音乐的不是会写歌吗？给我写一首关于数学的歌呗。1 2 1 2 3.14159926 3.14159926 3.14159926叶思义，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打我回国就在你家蹭吃蹭喝的，为了证明我的攻势，今天你还愿意做我一天的炮灰男友。不过从明天起，我准备自食其力了。我在悉尼的时候没有拿到真爱公式的验证经费，所以我的朋友帮我在国内找了一家公司，看看他们是否有兴趣把我的真爱公式开发成一款手机应用。明天我就去那个公司谈一下合约的事。你说爱有声音吗？啊，你听到了吗？你别说，咱俩还挺合拍的。那个，小我，叶思义，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怎么在这儿？那个，小我他最近住我那儿。你们同居了？不是同居，他每天给我20000块钱让我睡着，应该算是包养吧。不是，我想跟你单独谈谈。哎，叶思义，不许去！啊！走，不许走，走！干什么？
质啊，排队。进来了还排什么队？要不要脸？说理嘞。这不是那天那个何秀武吗？这不是孙巧巧的男朋友葛阳吗？先生，请问您找谁？让我包的，来到你的电话出来。任我包，我干你十八代祖宗。十八代我一共有五二四二八六年，假设你还能再活五十年，那么平均一天就要29个。你以后骂人最好别骂什么任你十八代祖宗，你直接说你想经历人王就得了。搞笑吧。那算了，我要见你们经理。我是十八层传圣之夜的贺建建，你们租我的房子。要难道说葛阳是他们这的经理？这事可不能让叶思义知道。哎，不对，干嘛不能让他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就不能让他知道？第一，这位女士还不是我们公司的职员。第二，我们公司12年的租金已经付清，如果你单方面毁约，要3倍赔偿。这种素质的女的，你们也要？欢迎加入我们公司。我仔细看了你的真爱公式，很有市场价值，公司想马上着手开发这个项目。啊？可是我的公式还没有验证完啊，而且现在最让我头疼的是，真爱头像行动的时间太长了，非常影响数据样本的验证结果。这些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会让你认识到我们公司的实力。合同已经准备好了。谢谢。你也玩数独啊？9×9的。比一下。好厉害啊，何小姐。你在墙上挂块布干嘛啊？哦，没事，那个家里边墙皮坏了，我挂块布好看一点。小五，昨天晚上你只是我的炮灰男朋友而已。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何修武，你现在要集中精力，赶紧找你的第二个炮灰男友，时间不多了。这个数值是怎么设定的？我做过数值分析，女人在27岁是个节点，27岁之前魅力数值呈上升曲线，对男人的要求也呈上升曲线。但是27岁之后，女人的魅力数值开始逐渐下降，但是对男人的要求依然呈上升曲线。所以27岁之前结婚是最佳方案。那男人呢？对于男人来说，35岁左右，睾酮浓度开始逐渐缩减，所以才开始有成家的想法。我离27岁还有3年，所以适合我的男生应该是在32到35岁之间。我正好32。该死。怎么说出来了？小五，怎么这儿只有咱们两个人啊？怎么回事？穿帮了！哎，你们现场视频过去拦着点去，有人没看见啊？葛阳，孙巧巧，嗯，晚上能陪我一起吃饭吗？今天我累了，下次吧。公式预算的怎么样了？硬件全面升级之后，
运行速度已经快多了，相信我再优化一下运算系统，很快就可以达到理想速度。这就是我的真爱头像，已经快画完了。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吃饭。不用，我活还没干完呢。走吧。哎，司仪妈，我回来了。给孙乔乔写的？嗯。你这种人，现在叫备胎，结婚时就叫起当爹，结婚后就是老王的邻居，死的时候是武大郎，死之后追风绿巨人。你应该可以出本书，叫做《备胎的自我修养》，反正你也听不懂。对了，老板请我吃饭，给你带了驴肉火烧，过来吃吧。哎，我说你们老板还挺抠的，请吃饭就请吃驴肉火烧啊。这才刚上班几天就请你吃饭。你老板不是想泡你吧？孙巧巧的男朋友能泡我吗？你老板是葛阳？我没告诉你吗？哦，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葛阳好像要跟孙巧巧分手了。啊，这都要14号了，我第二个炮灰男朋友还没找到，不行我随便抓一个。你觉得葛阳怎么样？不行。不是这样，你看呢，实在不行的话咱让刘姐再介绍一个，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咱让她退钱啊。嗯，那接下来呢，要想找到第二个炮灰男友一定要继续提升。提升什么？逼格。喂，哈哈哈哈哈，巴特嘎杜。哦，放心，我是恋爱专家，专治各种小事。哎呀，我生气！好的，碎了，我的腰！哎呦，哎！喂，刘姐，我快到相亲的地方了。看起来特疼啊，不知道会不会死啊。哇，哎，刘姐，我先不跟你说了，那什么，我先挂了啊。这样都没事？妹子，我真敬你是条汉子。何小姐吗？我是刘江阳刘姐介绍来的。啊，我叫杜锦绣。你好。你好。The three thieves from Sierra de France, du Genet Cuisinier, Omnic de Machampagne, ce n'est pas grave. 请说中文。啊？哦。给我来一只法国生蚝。啊，何小姐，不要拘谨，随便点呢。啊，随便点。嗯。啊，你太好了。龙虾、鱼子酱、雪燕、鲍鱼。这些都要啊？这些都不要。啊，何小姐，你真幽默。你是法国人啊 ？No， 加拿大。台湾，陕北。啊，不过我很喜欢去世界各地旅游，了解不一样的文化。我知道我们认识不是很久，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再更进一步的交往啊。不行。啊？这都行？
这还不是因为你。不是我说，这杜锦绣太奇葩了吧？我邀请他参加公司的年会了。那我也去啊。随便你，反正葛阳给了我好多请帖。不是我说，怎么哪儿都有这个葛阳？行，哥们儿就去会会他。今天是我们北泰集团创立五周年的日子，感谢团队每一位成员的付出，感谢每一位合作者的信任。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公司的新项目真爱公式 application 今天就算正式启动了。在此特别感谢开发者何秀武小姐。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大规模的减少全世界单身狗的数量。好，祝大家玩得尽兴。何小姐，这位是？我就是杜锦绣，何学武的男朋友。哦，原来女汉子也这么受欢迎啊。女汉子怎么就不受欢迎了？虽然我们动作大，嗓门大，神经大，但是我们心也大。好像男人也是嗓门大，动作大，神经大，心也大哦。所以啊，女汉子就是女人中的战斗机，真爱来了我们好好过，真爱不来我们照样过得不错。这女人呢，就像是书架上的书，有人买之前多多少少都会被几个男人翻过，如果没被翻过，只能证明他一点都不吸引人。这男人不一定了解男人。这么说你很了解男人了？姐给你科普一下，男人如果泄顶欲望就一定很强，因为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就会造成抑制性不够，而抑制性不够就会导致泄顶，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还有，如果男人的食指长于无名指，那他的性能力一定很强。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男人的手指和表情，就能辨别出他们是哪一种人。谢顶确实是有生理依据的，我说谢顶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手指的可行度。夏晴，我真为你的智商着急。你等一下，我说你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十几年后想想今天，你们两个又怎么在一起愉快的跳广场舞呢？谁要跳广场舞啊？像我们这种高级动物，想汉子的时候汉子，想女人的时候比女人还女人。你女人一个给我看看呀。Music。 Baby
一会儿我就把他灌醉，你赶紧搞定他。放心吧，房间都准备好了。一定要注意尺度。I'm a professional. 放。好，来。放我下来。好，放你下来，放你下来。谁啊？谁啊？谁？什么好担心的？怎么回事？他想要强暴小五啊！这报警！报警！天哪，不是啊！你还想抵赖啊你？你以为我没听到在厕所里面，你跟巧巧你们俩商量怎么杀害小五的事情啊？算你有眼光，我就是孙小姐找过来的恋爱专家，专门克制各种小三。孙小姐，说句话吧。天哪，六月飞雪啊！葛阳，我们分手吧。你听我跟你解释。你什么都别说了，就这样吧。别误会了，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吐了一身。你这个衣服是那些女汉子好姐妹给你换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个杜锦绣是孙巧巧请来的恋爱专家。孙巧巧？照片，你熟啊？叶老师在统计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他是我神一般的偶像，你怎么和他照片？你跟他什么关系？他是我老爸。四爷，嗯，四姨妈，你把照片给我吧。你跟我撒撒娇啊？哟，想死吧你！
我吧。就这么撒娇啊？给我儿子做这么撒娇的，不行啊！还不够。我是多么的想把照片给你啊！我四姨妈，把照片给我吧。我要控制住，我是给你做饭吧。哎，小五啊，你要去哪儿？葛阳在楼下等我，说带我出去吃饭。啊，你最近给我做的啊？队长。哎。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但是今天是我第一次跟其他人来。数独玩家们都会把自己解不开的难题贴在这儿。这些电话号码是什么呀？这里也叫配对墙，促成了很多数独爱好者的姻缘。这张就是我的。你也有解不出来的题啊？对啊。那我来试试。读了叶景润先生的大数据的未来前景，才突然意识到也许数学可以帮我解开这个心结。也是因为这本书才启发我推导真爱公式的。我记得四年前我写这首真爱无求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你。原来我一直在那里等你，原来我认为等一个人就是爱，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两个人共同的心跳，这才是爱。刚甩了丽丽，你去调剂，一回回你的情爱，这生活过得很有效率。你说谁是妓女啊？万能的数据。你可真是有出息！四姨妈，噼里啪啦碰点一丝一，把它给我吧。听到了，你说咱俩还挺合拍的。
这是心跳，我要送给我最爱的人。彻底沦陷，总是让我迷醉疲倦。莫名的心跳不知疲倦。小五，谢谢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它不是我对巧巧的执着，也不是你精密的数学公式，而是一种心跳的感觉。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那种感觉才特别强烈。一思意，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的歌我听懂了，可是你不是我的真爱。我的真爱头像已经形成，我必须按照我的公式继续走下去。怎么是他啊？我不想重蹈父母的覆辙，此刻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我别无选择。我的真爱将会出现在9月23日早上9点到10点。莉莉，我遇到了一个学渣，还有点娘，但是我好像喜欢上他了。可是按照公式计算，他根本就不是我的真爱，他和我都不配。我打算忘了他。你告诉我该怎么忘了他。你为什么要忘了他？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我的真爱。你一向都是个自信果断的姑娘，但这次你都犹犹豫豫来问我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不能失去对真爱故事的信心，我的真爱明天就会出现。再好好想想吧。我想好了，希望。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对了，提醒大家明天有雨，出行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伞。
小五，白天被死了，那杜西怎么办？你把他放回大海里吧，让他再重新找个白蝶贝。秀武，真爱公社的开发看来很顺利啊。下午约了广告公司的老板开会，你要一起去吗？我宣传那方面不太懂，我不去了。思义，你真的要走吗？这首歌送给你，你可以拿它去参赛的。可我已经不需要这首歌了，这一次我想自己写一首歌去参加比赛。这四年来我一直占用着最好的资源，生活上有葛阳，事业上有你，我一直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这也让我变得任性，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我真的就是习惯了。不过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但我并不感到失落，因为我可以靠自己得到我所有想要的东西。这四年来一直都是你在为我做事情，这次我想帮你一次。孙巧巧，明天是你的生日，这是你的生日礼物，不是我送的。你曾经问过他，爱有声音吗？这个就是他对你爱的声音。他人呢？他走了，不会回来了。其实现在你和我挺像的，都是在爱情上没有选择爱。不行，我必须坚持我的攻势，不能动摇。小的时候每次我生日，我妈妈都会带我来这里。我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带着我爸去跆拳道馆，因为我想让他看到我很坚强很勇敢，没有人敢欺负我，希望他不要再担心我。我唯一的朋友说我没有感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觉得计算出来的感情会更可靠一些。一二三呀一直以来你都太要强了，活得像个汉子。以后我来做你的汉子，你就专心做我的女人，我会永远在你身边守护你。验证成功了，我找到了我的真爱，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人，所有的一切都跟我的计算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每次葛阳向我表达他感情的时候，我都会莫名的觉得不适应？难道这就是真爱的感觉吗？今天是你的生日，什么都不要想了。生日快乐。
我想，既然我们都相信真爱公式，不如……嫁给我吧，秀武，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要去哪儿？要去哪儿？
教授，你说的对，我的公式存在致命性错误。你为了这个人毕不了业，你值得吗？真爱错过了就是一辈子。年轻人，别口口声声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还长着呢。你还真跟我那傻儿子有点像，要不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吧，说不定你们俩能成一对。我想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万一成了呢，也了了我一桩心事。认识一下吧。进来吧。四姨，儿子，妈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原来你是玛瑞亚的儿子。是啊。是不是你们母子串通好的？你最好。我一个月以前刚知道，你是我妈的学生。那你为什么不联系我？因为我妈说还没有到时候。还没到时候？你知道转场的多辛苦吗？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背叛了数学？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为了你，你不是说过，眼泪是最珍贵的吗？都是我不好，你打我吧。你怎么了？